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二人转总动员》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飞。旁边的这位就是我的搭档，优秀的二人转飙艺术家孙中红老师。大家好，欢迎孙老师。接下来咱一起喊喊我们的口号。好的，飞鸿飞鸿，与众不同。你看，还是咱俩配合的默契呀、必须的嘛，比什么江海组合呀，靠谱多了。没毛病。你看啊，只有像咱俩这么优秀的组合，才更适合主持这么优秀的节目。嗯，那优秀的节目自然也能得到优秀的广告商们的青睐。嗯，所以放心种，放心种。本栏目由乡村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红乡种业冠名播出。哎呀，我说搭档呢，这小嘴一天比一天甜呢。哎呀，那是必须的。言归正传，咱今天带大家看点啥呢？今天啊，咱们领大伙儿继续去看看咱们历届擂主们的精彩表现。哎呀，说起咱们的擂主啊，那可是各有各的特点呢。是，就和咱们二人转一样，300多年传唱的每部作品都会塑造出不同性格特点的人物，这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带给了百姓们不同的感受。说得真好。也带给了选手们充分的展示空间呢。就拿传唱度最高的西厢来说吧，崔莺莺是闺门旦，红娘是小花旦，人物表现出来就不一样哦。我明白了，意思说啊，像崔莺莺这样的大家闺秀要含蓄内敛一些，像小丫头红娘啊，就得俏皮活泼一点。不愧是我的搭档啊，一点就通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找一段西厢的唱段，让大家感受一下。我记得崔佳佳、崔云鹏啊，这小姐弟俩，他俩唱得不错，咱们一起去听听去。好。开的串枝黄，十六花开，红似火，玉的开花，放儿长，60年一呀开呀，哎呀，仙人掌啊，哎哎呀，龙爪花，凤尾莲呐。哎，小飞啊，你看啊，像大西厢这样才子佳人类型的戏里，满满都是年轻人卿卿我我的浪漫情怀。是，像崔佳佳、崔云鹏姐弟俩这样年轻人演唱，是再合适不过的。是啊，那如果换一出戏呢？比如说包公系列呢，是不是相对来说人物塑造上难度就会大一些呢？没错，因为包公戏里面人物都是有故事性的。像包相爷啊，在我们戏里来讲，就是花脸里的黑头。
像李太后啊啊王凤英啊，这些都是老旦，嗯，这些人物的身上都是经历过人世沧桑，有着一定的厚重感，嗯，而不是呢像崔莺莺张生这样涉世未深的年轻孩子，嗯，所以说呢很多演员在演唱这样戏的时候都会在人物形态呀、啊、声音上啊有一些加工，尤其是民间演员唱的梁子戏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，听起来别具一格呀。哎呀，说得真好。那说起民间演员啊，我记得第四届大赛成人组的季军、李军和贾磊唱的就非常好。嗯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怎么演绎包公吊孝的。好，出师在北国半年后啊，一刀在金銮宝殿就把旨带交啊，宋王爷准了包公一个月的假啊。也回到我府内，心内发酵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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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个好，相爷的恩嫂宾天而去。包相爷闻听此言，泪儿滔滔啊！再去。
哎，肖飞，你看啊，这贾磊的嗓音就很独特，是特别沉稳有力。其次呢，两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形象啊就很稳重，有人物的那个厚重感，那种说服力呀，能让观众去认可他们演绎的这个人物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在看戏的时候就很容易进戏。没错。曾老师，你看咱们看过了第三届第四届的选手，接下来咱说说第五届的呗。哎呀，这第五届大赛可让我印象深刻呀。无论是民间的还是专业剧团的，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擂主啊。尤其是董国防和曾海红这副架，作为专业剧团的演员，他们俩无论从表演还是形体上，都让我们评委眼前一亮。是，尤其是曾海红，扮相明艳照人，嗓音清亮婉转，非常适合塑造很多青衣的角色，就是那种大家闺秀的类型，是呗？没错。哎，我记得他们俩在舞台上除了经典的正戏之外，还唱了很多近年来啊剧团编创的谱子戏，比如说《香妃梦》。没错，这也是出好戏呀。咱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吧。我不爱皇上只把乾郎嫁耶。第二种，三宫六院都得望出情啊。第三种，他要有耐心就把我等啊，等到三十年后才能把亲成啊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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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香姑娘你仔细听听我回答是三宗。第一宗，乾隆是皇帝，皇帝是乾隆，江山不能放，百姓装心中，三宫六院一家事，儿女成亲有感情，别说是三十年我能把你等，就算等你三百年，乾隆我也应承啊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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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一群妃子跑入后宫，扑通跪倒就喊老祖宗，说皇上迷上了狐狸精，夜夜狂欢到三更，龙体可架不住这么折腾，那活活要把大清坑，气得老祖宗脸却青，训斥香妃就像发了疯。香妃叩见老祖宗吉祥，听说你要把三宫六院都往除清了，还说顺治爷削发为僧了，你们连我都一块往出轰啊。香妃不敢。哼，要你也没这个胆儿。听说你要过生日了，我要好好的给你办制办制。风清花好月如镜啊，哎呀，如坐针毡是乾隆，太后想要香妃命，生日上次可证明，没想到封妃后将她命断送啊，没想到铸成大错事带她进宫，没想到昨夜还是花团美景，没想到今日却要报恨终生啊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越想越怕男子口啊，急急忙忙奔后宫。这时间小舅哄领了太后的命，臣为捧过酒一盅啊，这酒本是太后送，臣妾感谢老祖宗。成泡影，海誓山盟化金风，深宫险恶少人性，平民百姓与世无争，愿万岁能知
我的梦，爱你如子，天下特太平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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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咱们看了花旦、闺门旦、老旦，还有青衣。除了这些之外啊，旦角的行当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刀马旦呢？没错，没错，菲菲厉害啊，给你个赞。哎，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想问问，刀马旦指的是不是这戏曲里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啊？功课做得不错啊，值得表扬。哎呀，谢谢老师。你看啊，像穆桂英啊、樊梨花呀，这些都是属于刀马旦。这样的角色塑造起来难度不小啊！他们不光能唱能演，最重要的得会打呀。哎，我记得在咱们第六届大赛少儿组就有一个小刀马旦，谁呀？他叫黄声月，他在咱们大赛的舞台上啊唱过《江须征印》。大唐天子遭兵困。花瓜帅要选先锋啊，少学兵熟习武艺，十八般武戏样样精啊，为国为家为百姓，自献先锋报了名啊，来到西营小布阵地，将军我刚喝两盅，心里放松，小脸透红，顺嘴呀、啊、下冷风啊，老教我呀，为啥这么高兴啊？咿哎呀哎呦，我嫂子郭帅要选新风啊！哎呀，我说要选新风，哎哎呀哎呦，论年纪属老将，我的那个孙属大呀！咿哎呀哎呦，论资历老将我也从小就当兵啊！哎呀，我说就当兵。旁站着小铁铃啊，铁铃你进我十里别离阵啊，胡帅喜没有十里地兵啊，小丫头你请一本正，是不是嫌你将爷官太轻啊，后妻面里有军礼，小家教别跟我装老要硬啊，进我屋里你没老少，先是军阀后是老少成啊，这小丫头说话挺硬，从小脾气就个生啊，树上的老蝈蝈他敢偷，骑着小毛驴敢像老虎去冲锋啊，牛犊子犄角他敢顶，公鸡彩蛋他打抱不平啊，我得跟他卖卖老一定压下他的威风啊，小铁铃别跟我玩正套啊，你知道二爷我当了多少年的兵啊，想当年我耍大刀你还坐不正，我上战场你还是个尿炕精的吧，我当军官
你还玩花了帽的吧？你把你说得根红苗又正，谁不知小铁铃你是一个气英猛？不是吧？二叔这厢有礼了。哟，二叔来了，咋不落座呢？坐坐，这也没座呀。啊，那个在家站惯了，你婶儿她不让我坐着，怕我得腰间盘突出。二叔，哎，你有事儿啊？哎，铁铃姑娘哎。我今天呐、犯了抽风的病啊，对你不该乱蹦蹦啊。人虽年老，我有点不定性啊，错误犯得那可不轻啊。要是悔过，决心改正啊，今天我给你连连跪中啊。姐呢？铁铃啊，你二叔嘴少，从小你奶就没咋管教，学学就下道，常常不分跟男女老少，好开个过格的小玩笑，给你赔个礼，原谅二叔我这个山炮，原谅你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二叔啊，二叔你不必如此恭敬啊，咱们以后乖乖啊。二叔我今天舌头有点犯疯啊，咱们以后乖乖。我该不红来苗不正啊，咱们以后乖乖啊。你苦大仇深历史真情啊，咱们以后乖乖。马蹄坑应该气死我呀，咱们以后乖乖呀。你要是死了，谁把我当先锋啊？咱俩一伙儿儿。原来认错是张姐，快快请说我的需要啊。哎，铁铃姑娘，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方才元帅有了令，只有你保我才能当先锋啊。若要铁铃来保许，除非是笑场比武多先锋啊。君子一言斩上帝，看看你能是我能。哎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想当年苏海见着我在那哆嗦，何况你了，接招吧。就服你，二叔啊，原谅铁铃无情重。你比二叔更机灵啊，我向嫂子讲一宝啊。这话我听到邪笑啊，笑脸上啊。将军儿
了护旗兵啊。长枪好浪推前浪啊，口水杯摔气冲撞。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名师高徒，面对前线的前置选手，名师们势必火力全开，纷争再起。明晚18:30，不见不散。